我哋要悔改，天主，同我哋一齐祷告。感谢我哋主耶稣，感谢我哋主耶稣，提醒我哋，天主好快会开始。 一方面，我哋要全港天主同人收获，去好好准备自己迎接耶稣嘅来临。虽然我哋唔使禁食，好似圣诞节咁，但系圣诞节前，好多圣堂都会安排。 全体悔罪礼，今日到下昼我哋都要一个全体悔罪礼。今日嘅读经讲，我哋应该喜乐，因为主嘅真理嚟拯救我哋。 喺读经一里面，以赛亚先知话：城开得有，与合高兴得欢乐歌唱，当救赎嘅时候嚟到。 那是孩子的眼睛要明朗，聋子的耳朵要开快乐。那是棋子必要跳跃，跳跃如龙，哑巴的舌头必要丰富。以赛亚先知嘅说话系意义。 所会医治，同埋带希望俾好多人。不过我哋唔应该觉得净系我哋嘅身体要被医治，我哋嘅灵魂系生活受嘅创伤，人同人之间嘅创伤都要被治。 医治，睇下今日福音，约翰被捕，因为佢同哈罗德王讲，你嘅兄弟约利伯做罪生，你唔可以占有佢嘅妻子。 黑龙的啊，当约翰在监狱嗰阵时，佢听到关于耶稣嘅事，就派遣佢嘅姊妹徒去问耶稣，佢就是预备的那一位，或是我们还要。 等候一位耶稣，引用今日读经一里面嘅以赛亚先知嘅说话，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约翰，孩子看见，果子行走麻风病人。 得到洁净，用子轻做死人复活。其实耶稣讲紧嘅系，我就系约翰嗰一位，我系西亚以色列嘅旧主王。当福音讲，麦西亚已经嚟到呢个世界时。 其实系透过基督徒团体，耶稣就喺呢度亲自做传教工作，但系耶稣仲需要更加与。
认证咁样进入我哋嘅生命，我哋要经历救赎嘅喜乐，以致嘅力量，呢啲就系耶稣会带俾我哋嘅嘢。有好多基督徒就系仲未经验到耶稣带嚟呢个世界上最大嘅喜乐，好似佢系一个天主嘅使者嚟准备教主嘅道路，我哋都要准备自己迎接耶稣成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，同埋我哋都要为其他人预备道路，咁样佢哋都能够经验我哋会嗰日渴望嘅救赎、灵魂嘅医治，以致心灵嘅创伤。圣诞期系一份礼物，我哋会送礼物，亦都会收礼物，让我哋同他人分享圣诞礼物，即系耶稣诞生带俾我哋嘅喜乐。主啊。